大人。王大人，这乃是忠义可嘉呀！哎呀，大人呐，老夫先系王有一件大事，大人请讲。是在座堂有一母女击鼓鸣冤，只因圣旨到来，为及时审问，还望大人速速呈堂，替他母女伸冤。包大人放心，此案包在必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